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，109年，我看一下，216号瑞芳虹桥路，10:13，所拍摄的是有列车准备通过。耶、yeah, ！我的219没有香港出零的，第二天2809两边组成的日常号。拜拜！我的219北回信号出零的，第二天2809两边组成的日常号，在瑞芳朋友已经通过，谢谢哥哥，不用这样了，拜拜。